是吧？嗯。它拧的时候，其实它有个那个啥，它有个这个槽，嗯，是吧？要对准，嗯，直接怎么对呢？马马虎虎对吧？能拧进去就行。别弄坏了。OK，OK，拧进去，对，按进去以后是吧？嗯。OK， 一锁。嗯。看，下一个。然后这个咱刚才录了哈，这个会出五根线。没录的话，之后再给他拍一遍，这个。嗯。方向别错反了。嗯。这是朝那的。嗯。对，它其实有个卡槽，反了是装不进去的。嗯。是吧？嗯。你看它，这个，你看着吧，这两个，嗯、这样打开，嗯，看，怎么搞的 ？OK， 摁进去了吧？摁进去了吧？嗯，是吧？嗯、这样锁，是吧 ？Z， 嗯，照一下这里，嗯 ，Z。嗯，对，就这样插进去了。直接插行吗？还有按着吗？按着，按着，它还锁住了吧？嗯。X。对一下，哎，对，对，是吧？嗯。这两个对应。他一看这个就明白了。这个客户是个代理吧？嗯。以后肯定还有可能会买的。万一万二，这个。嗯，它锁住了，有声音是吧？嗯，还有一根线。那个管子会出来五根线，这前面还有一根线。过来看一下，就是这一根线。你拍到吧？还不打到，哎，我、哦、用着呢，就这边是吧？嗯，到时候给他拍张照片也行。嗯，在这个地方。嗯，啊，嗯，啊，嗯，按下去，拧，OK，、嗯、结束了。哎，不拧了，按下去。